相传民国年间，有一个惊天宝藏的传闻在尘世流传，于是形形色色的人物粉墨登场。为了宝藏，为了金钱和权欲，一群人结成夺宝联盟，明争暗斗，决力厮杀。故事里还有另一种人，因为对故土爱得深沉，内心有一种民族自信的力量驱使着他们，用正义和良知去战胜邪恶与贪婪。这种力量来自你，来自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民族情怀。哇，喝喝喝喝喝，早晚有一天喝死你。人生苦短，不喝酒又什么意思呢？放心吧。你是不是担心我身体啊？哎呀，少自作多情了，谁担心你身体啊？我是担心钱，今天就没钱买酒了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这谁的诗啊？酒仙李太白。太白？我看是太蠢吧。这一个月连一单生意都没接着，现在就车到山前了，今天就没钱买酒了。做生意呢，要沉得住气，要不然价钱怎么上去呢？哎，你不知道吗？现在啊，只管饭管酒的生意都接不着了，还谈什么价钱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开门。哎，不要太热情。哎呀，这个太白还挺能瞎白活的。来啦。请问你这里是不是猎人侦探事务所？是啊，请进。博老板，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？听说你们这是专门帮人家解决麻烦的。对呀，事无大小巨细，只要是麻烦，我们都可以帮你解决。好，我要你们帮我打断我老公一条腿。啊？你这个不是解决麻烦，是制造麻烦。你们的麻烦我不管。我的麻烦就是我老公四肢健全，活蹦乱跳，最可恶的是他还到处沾花惹草，我恨不得他坐轮椅。如果他能瘫痪卧床，那就最好了。这个我们干不了，就算干得了也不干。把你的钱收回去吧。虽然你老公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，但是他也是码头上的流氓恶霸吧。好，这事儿我们决定干了，全当为民除害，伸张正义，为妇女的解放事业做贡献。干什么干啊？哎呀，闭嘴吧，听我的啊，听我，听我的。是不是听你的？听我的。来来，咱们把合同签了啊，合同，来来，签合同，签合同，签两份啊。那个在这儿签一个字儿，在这儿再签一个字儿就可以了。哎，对，啊这儿，好好好。那好，我回去等你们的好消息。哎，好嘞，慢走啊。哎呦，宝贝儿，妈呀！这边走啊。明珠，钱是要赚，可是做人要有原则。你
老说原则，哎，这原则能当饭吃啊？我已经调查过了，他不是什么好人。你看他活着的时候对社会有害，死了大家拍手称快，咱们也算是为民除害啊，是不是？那肥婆讲什么你就信啊？哎，放心吧，我已经为你想好了上中下三种策略。上策呢？你看啊，这只是一起简单的家庭纠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只要对他们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让他们化解矛盾，那就不用打断他腿了。中策呢？据那个胖女人说，是因为她的男人出去找小三所导致，所以呢，咱们就去找那个小三，让他离开那个男人，那也不用打断他腿了。那下策呢？那当然就是打断他腿了。哇，没看出来啊，你是女中诸葛。那当然了，我的聪明才智还没发挥出来呢。哇，原来你的愚蠢那么有创意啊。说什么呢？东哥，东哥，记住一会儿别打错人了啊。天津好大好乱啊。你说这么大这么乱的地方到哪儿去找斯蒂文？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他在哪儿，你都要找到他，完成他未尽的事业。你知道他未尽的事业是什么吗？你这么大这么乱，你这根本找不到他呀。你觉得你想回家了？那你自己回去吧，我自己能照顾我自己。你能照顾你什么自己呀？你会做饭吗？你会洗衣服吗？啊，你还照顾你自己这么多？哎，干什么呀？还摸？没钱，走开！我告诉你，你还让他摸，这都多少细菌啊？啊，你这个人呐，我……哎，米轩，米轩，哎，别多管闲事儿啊！哎，朱老板，朱老板，朱老板，行行好，行行好，我们给您干了10天了，天天都加班，我们不要您给我们加班费。只要把该给我们的给我们就行了。朱老板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们围着我不好啊，这影响我的声誉呀。哎，一会儿等他们忙完了，咱们一定先用上策啊。我们也是实在是没办法，只要您一给钱，我们立马走，立马走。这，过几天，过几天嘛。你们快散了啊！要是碰到巡捕房，我告你们聚众闹事。朱老板，朱老板，求求您了。看你穿金戴银的。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，干嘛克扣人家工人挣辛苦钱啊？谢谢谢谢谢谢朱老板，谢谢。拿去吧，拿去吧。哎，朱老板，这些不够啊。不够，有就不错了啊。我的工程款还没全拿呢。哎，朱老板，朱老板，打散了。打，狠打。哎呦，我的腿呀！给我往死里打，打死他！别看了，走吧，走吧，啊！呀！就可以收工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好，哎。
谢谢谢谢。哎，搁这儿吧，我来。啊，走吧。哎呦，刚才那个人的眼神可真烈，像要吃人似的。所以我决定请保镖。请保镖？哎哎，是啊。那不是啊，这叫防患于未然，免得像史蒂文那样。当然，我只是说史蒂文有这种可能性，所以我决定请保镖。一是呢，可以保证我们俩的安全；再有一个，也可以帮着我们找史蒂文，这样不一举两得吗？啊，随你吧。哟，这回你听我的了。哎呀，太好了。想了上中下三种策略，你要用下策，总该跟我商量商量吧。那个朱老板啊，肯定会来找咱们麻烦的。那种流氓，咱们惹不起。您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开门。我不开。开门。我不开。没人。是你。没事，没事，这就是打人那个野蛮人，我们赶快走吧。走什么呀？嘿，英雄。看见你在码头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佩服佩服。今天还有事儿啊，改天再来拜会。米雪米雪米雪，猎人事务所不错啊。小姐，有什么麻烦要我们帮你解决的吗？什么麻烦都可以解决吗？对呀，只要是麻烦都能解决。那好，就你们了。没事。喂，你干嘛呢？最近这两天脖子不太舒服。我觉得他们挺好的。啊，哎，不错，啊，不错，啊，不错，不错。怎么称呼？鄙人博东恒。鄙人蔡明珠。陛下。顾大胆，啊，英文名 John Wayne， 这是舍妹顾小培，英文名 Michelle， 哎，刚从美国回来，初到宝地，请多担待。现在什么年代了，这套不流行了。啊，两件事啊，第一件事找人。洋人 ，Steven， 美国人，考古学博士。干嘛来国内啊？这个你就不必问了。不必问，就一张照片。最后一次收到 Steven 的消息了，是3个月以前，当时他人在天津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有消息了。干不了，哎，不不不，干得了，干得了，啊！但是吧，你们找人的这个事儿啊，属于找人里面比较难的啊，危险等级呢大概是8级，所以佣金方面嘛，钱不是问题，1000美金，怎么样？啊，2000美金可以考虑一下。薇恩，咱们走。哎哎哎！哎，1000就1000，那先把定金付了吧。定金，好，没问题。行，那就先把合同签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要是找不着呢？
怎么可能呢？只要人在国内啊，我们保证给你找到为止。那第二件事呢？保证我们两个人在国内的人身安全。啊，对，必须保证米歇尔和我的安全。然后这件事儿完成以后，可以给你们弄一张美国的身份。哎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在这个地面上横着走了。那倒不必了。啊，在你们这个地方，美国身份不是那个很宝贵吗？那都是做官的跟有钱人，我很满意我自己的中国身份。我对我自己的中国身份也很满意，我打算找到 Steven 之后回国定居。米歇尔，真是分明上当。怎么了？你有意见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，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下在天津的旧居？地址。我要是知道地址的话，还用你们找吗？我们五六岁的时候曾经住过。有什么特征吗？我只记得院子里有两棵梨树，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就会开满洁白如雪的梨花。哎，怎么那么多任务啊？那还得加钱啊。那我们就不麻烦你们了。哎，行行行，不加，先把合同签了，定金付了吧。OK， 文彦付钱。来，在这签字。你签字吧，我来帮你数啊。东哥。我说过多少回了，酒瓶别乱放，万一打碎了怎么办呀？这酒瓶啊也能卖钱，十个酒瓶就能换一瓶酒呢。明珠，嗯，过来，跟你哥上柱香。哥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东哥的，你放心吧。回了，那臭袜子和内裤别老放在一块儿，多不卫生啊！一个放床头，一个放床尾，听明白了吗？第二天呀，要提醒我给你洗。哼，这个世界啊，一定有一个男人是为了要受你的折磨来到你身边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大不了不嫁。那不是我的悲剧。那我就嫁了呗。今年啊，多赚点钱，给你做嫁妆，明年帮你物色物色。呸呸呸，给你自己物色吧。要自由恋爱，好啊，那就多赚点钱，给你陪嫁。真不明白了，咱们俩挣的钱也不少啊。怎么一分钱都没留下，都被你给花光了呢？钱不都是你管的吗？我管得着吗？我老实交代，都花哪儿去了？奇怪了，你也没什么不良嗜好啊，不就爱喝点酒吗？这喝酒也花不了多少钱啊。东哥，不会有私生子吧？你早点休息，我出去查案了。哎，我跟你一块去。去什么？你留在家里看家，洗衣服、洗袜子、做饭、收拾房间，听到没有？乖点啊！哎，我这哪是助理呀？我这简直就是一佣人，我，生在福中不知福，还说要把我嫁出去。
在这儿呢，真够了没有啊？身手不错嘛，干嘛还要我帮忙？俗话说，强龙难压地头蛇。干嘛跟着我？我花了钱，总得看看你是不是光拿钱不干活呀。明天就有消息。真的？你那个教授应该不懂中文吧？那他在中国应该需要个翻译或者向导什么的。有什么眉目了？都说明天就有消息了。很喜欢喝酒啊。你不喜欢说话啊。你很有正义感。你好烦啊。今天跟你在一起那小姑娘是谁啊？我妹妹。你骗人，肯定不是。你才认识我们多久啊？女人的直觉很准的。那你又是谁？教授是谁啊？为什么你们去美国？你也很烦呀。你不说啊，我也不说。喝酒，来。吃早点，哎呀，哦，对了，给我10块钱。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小气的男人，你就不能请我们吃啊？我可没说请你们吃，亲兄弟明算账。行，拿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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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哦，好。米笑。你昨天那么晚才回酒店，你干什么去了啊？你也不告诉我一声，你让我多担心，现在外边多乱呀。我去逛街了。哎呀，以后啊，像这种事儿你提早跟我说啊，免得我担心，听见没？哎，在你们假洋鬼子眼里，中国就那么不好啊？啊，哎，
哎，你怎么那么不爱国呀？狗还不嫌家贫呢。哟，哎，你们家碗放哪儿了？碗在这儿呢。哎呀，趁热喝吧啊！嗯，咱们喝吧。喂。好，知道了，谢谢。有消息了，走吧。二兵，等我查清楚，就是那家。那家伙3个月前给一个叫史蒂文的老外做翻译。在家吗？没见他出过门。谢谢东哥。你们待在这儿，我去看看吧。我也去。我也要去。大家一起去吧。怎么了？有血腥味。我认识你，你认识我？你怎么会认识我？你们俩在这儿等着，我出去一下。事情的严重，洋人史蒂文知道的秘密，看来也是这帮杀手想要的秘密。可这帮杀手到底是些什么人？顾小姐，跟我过来一下。米夏。你能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跟你一样，一头雾水。这不是单纯的找人，杀手不是一般人。他们背后有一个很厉害的对手，跟我们一起找这个教授。那怎么了？我不打没有把握的仗，我必须知道我的对手是谁。我给你钱，你只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。如果觉得危险，我们可以解除合同。现在不单单是我，你也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还是不想说，是吗？我只能告诉你，斯蒂文知道一个秘密，很多人都想分享这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我记得你说他是考古学家，
难道是什么宝藏之类的东西吗？我都已经说了是秘密了。刚才那个翻译死之前跟你说了什么？什么都没来得及说。现在看来，1000美金远远不够。原来只是一个单纯的找人家保护的案子，危险等级属于8级。现在看来，危险等级属于1级。那我们应该给你们加多少钱？1乘以8等于8000美金。哼，你这明抢啊你啊！啊，你明抢了。咱们走。哎哎，敏秀，看在他。他功夫好，他可以保护我们。我们多花点钱买个平安，我们就给他提一点，我们可以再商量商量。我现在不需要他的保护了，走。顾小姐，秘书，我送你吧。不用你送。怎么说，我们也是相识一场，可能没过多久，我们就天人相隔了。你救我们呀你！别跟他说那么多废话，走。一路平安啊，东哥，我会不会要价太高，把他们都给吓跑了？这么大笔买卖，哄他吧。错了。哎呀，肯定是我要价太高了。嗯，你今天晚上没酒喝了啊？哎，他，米笑，我最近啊，总是感觉到周围危机四伏的。这样，我们看看爸爸妈妈，就回美国吧。好，那你赶紧收拾行李吧。好，你真同意了啊？太好了，你早就应该这么决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就应该回美国。过2年啊，你再找一个男朋友，一结婚生一大堆的孩子，然后啊，去过那种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这多好啊！我的意思。不是回美国，是离开天津。离开天津？去哪儿啊？反正我们不能待在这儿，这儿不安全。不安全？我早知道不安全了。谁呀？送餐的。哦，我叫的餐。这他怎么这么快呀？哎哎，来了来了，把这个放在这儿吧。啊，哎，我钱呢？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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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回可跑不掉了。嗯？哎呦喂，别开枪啊！别开枪！这样就对了嘛。只要把东西交出来，一切不就了了吗？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找错人了吧？那好，那我可要在你身上哎搜搜了。哎，你要干嘛？别别，拿出来吧。给你。哎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今天支出20元，吴东从买金5元，另支出15元去信福，可能是买酒的。这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？吴东恒是谁？反正我就只有这个，你要不懂，我就更不懂了。你耍我是吗？你给我看看啊。给。我应该给你们加多少钱？你这明抢啊你啊！啊，你明抢！咱们走。哎哎，米秀，米秀，想说什么？哦，这个本儿它是一个密码本儿，必须得用药水才能显示真正的字呢。什么药水？可能是碘酒或者酒精。也有可能是别的，到底是什么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我一时半会儿哪答得上来啊？得实验实验才行。哎，对，哎，这样吧，我们回家先做个实验，哎，然后等搞定了，你再来取。啊，你们俩拿我当傻瓜了是吗？啊，再不把东西拿出来，我可就给你10秒钟。毙了他！别，米秀。没必要，那这样吧，你给他吧，那我没必要拿命去换呀。啊，好，我给你，你先把枪放下行吗？东哥，看见我账本了吗？明珠啊，过来。哦，东哥，你看见我账本了吗？我都记了一年多了。哎，你不是学过洋文吗？看看。嗯，看不懂。你洋文白学了。我才上了几天洋文班啊，这么多字儿，我哪看得懂啊？哎，这本子哪来的？捡的。捡的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反正是那上面有你的名字，而且有很多的账目。我什么？你把我账本偷走了？我不知道啊。当务之急是要救出你妹妹。东哥，太危险了，咱别管了。不行不行，英雄，我们在天津就认识你们一个人啊！如果你们不救我们，我们就死定了。你是一个讲义气的人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老哭哭啼啼的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明珠，快点去收拾东西吧，他们很快就会赶来了，要离开这里。好。那我。遇到一些小麻烦，不过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明珠有事的。明珠，哎，说好。对，快来了！
知道，我也想当英雄。啊，就把他留在这里，等一下被人杀了，被人抓了，不关我们事。拜拜。回来。你到底惹了谁了？明天报叶志军。我是无辜的，都是米歇尔惹的祸。什么祸啊？ I don't know。 快走吧。这是我们老大特意为你安排的。你们老大是谁呀？我要见他。成你锁青苔。